手拉起来，手顺着棍子往上拉。对，脚这样，手再往上，对，这样是一个正啊，拉回来，平的，直的，在侧面，哎，右边，再往下，再往上。对，侧，尽量侧，对，啊，这是第二个，啊，第一个是在这边，第一个在这边，第二个在这边，这边起来，对，啊，这边。来，这边，对，走，拉后，这边，手伸开，对，手伸开，好，到这边以后，到这边，用棍子做标准，用棍子做标准来伸展身体，所以你的棍子要直，棍子贴身直，手就顺着这个棍子拉长，这个往下，这个不是手，哎，这个往下，这个往上，棍子拉直，啊，每一个角度借这个棍子把身体拉开，听不懂？棍子是直的。所以几个动作就是侧面的直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侧面的直的，左侧的直的，右侧的直的，啊，正面的直的，拉开，对，过来，这个也可以直。啊，就是这个姿势，这个姿势，啊，好，这样运动，你平常没事就这样也可以，一根棍子，手往两边，头放正，对，啊，这是肩膀的，手臂跟肩，啊。这个帮助你把胸开，把肩膀开，啊，往后，啊，这以后，哎，变成这样子，正的，再这边，左边，不对，刚刚是这样子，右边上来，倒过头，到这边来，对，换成这样子。对，啊，然后从左边换到右边，右上，直，棍要直，对，啊，然后
齐，然后我要走这边长，这边长，然后这边长，啊，回来，这边长，啊，对，手拉开，哎，手全都要拉，全都要拉开，好。啊，你们自己平常长棍短棍，你只要可以伸开手，都可以借棍来练习。啊，对，你可以试一下。